你看民众党的支持者哦，常常就是很有意见。我跟陈佩琪说，哎，你小儿科比较有耐性的，要不要请听大家的意见？但是是要陈佩琪来担任党内的精神领袖。没有啦，公开透明是我们的政治主张嘛哦。不过你看民众党的支持者哦，常常就是很有意见哦，很为大家就意见很多，会表达他的想法。我觉得说大家这么喜欢表达意见，你知道？我跟陈佩琪说，哎，你小儿科比较有耐性，你要不要请听大家的意见？就是这样而已。你让陈佩琪选议员吗？没有啦，陈佩琪选议员吗？陈佩琪说现在科粉很多都是吃粉，不要感谢。他也有他的粉丝了。